L30 Ready for Anything。大家好，我是举重选手郭姓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志凯。我是空手道选手文之云。跟我一起派起来，打破世界纪录，好好陪伴家人，大睡一场，活在当下的追逐梦想。我会活在当下去追求想要的梦想。活在当下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活在当下的话，你就可以继续朝你的梦想前进。一直挑战自己的世界纪录。就是来拍杂志，这是我人生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跟家人说我想休息，不要练习。如懿传会不会有点弱？当男人恋爱时是吗？对，这部新加坡的海洋奇缘，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都是猪的错。如懿吧，就是那种默默，可是就是一直在对抗世界。我教练最派。从小看到大，他是我认为最派的人。对，他背后就写着“很派”两个字。对，教练，因为他不用说话，看起来就很派。你相信所有的挫折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跟我一起派起来吧！不要轻易说放弃，所以遇到任何困难或任何挑战的时候，就勇敢的派起来。发自内心的喜欢做一件事情，心底会有足够力量去支持着你，派起来！